接通了。我这个发小没抓个白鼠。抓紧、哎呀。因为你抓紧，你不用办，只有我使劲的时候，你稍微带上点劲就行了，好吧？干拖拉机，拧螺丝、拧扳手，这个还都是小事。如果说离子坏了还是小问题，如果拖拉机坏了，那个就是大问题。我也是从小跟着我父亲，一直在接触这个农机，一般的小毛病嘛还懂一点。如果一旦遇到大问题了，也就交几个朋友来一块，来坐到地里面，拖拉机来整修去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哎，好了。现在这个螺丝全部进行了，把这工具一捡，我们到那块地里面去试一下，看这个地怎么样。明天如果天气不下雨的话，明天天气不太好，如果明天不下雨，我们就上山，一定开始了今年的春耕了。刚才在这个地面试了一下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平整度怎么样。一年之计在于春啊，春天是农民最忙的时候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海。大家看一看我们这边的旱田地，都是在山上，不是一个大坡就是一个大沟。像这个旱田地，像这沟里面的旱田要稍微好一点啊。这个旱田地是靠天吃饭的啊，如果说雨水多的一年，这个收成就好一点，就是种小麦的话能打个二三百公斤，如果再好一点的话就打个四百公斤，这就是最好的。如果说遇到不好的一年，干旱的一年，这个就能打个几十公斤，甚至绝收的可能性都有。种的农作物就是小麦、菜籽儿、油葵这两年有人种油葵了。油葵叶收成也可以，能打个两百公斤左右啊。像这个旱田地啊，还可以种大麦，哪个东西抗旱啊就种哪个。这边这个土地承包也特别的便宜啊，像这种高一点的坡坡地啊，一亩地也就是个四五十块钱、五六十块钱，好一点的一亩地两百左右，就是这个价格。今年这个可以，地不是特别干。干旱的一年，一个春耕开始的时候啊，漫天的尘土，你看我今天还稍微干净一点，这是昨天今天，从昨天下午开始一直犁到现在，也犁了个一百多亩地，犁的这些地都是自家的邻居的，不好的地，像好地你看一般都是那些大机器在犁，他们那个地块大的，地块正的都是大车犁，像这些小块地二三十亩地十几亩地就是我这样的小车里。这两年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，
他们都不想种地了，因为啥？像这个自己种上个几十亩地，哪也去不了，一年只能就是待在家，或者说喂上几个牛，待在家就管理上这点地，它也不划算。如果说收成不好了，像这旱田地嘛，收成不好了，甚至绝收的话，他们就选择把这个地承包给这个种地大户，让他们一个人种，他一个人种个五六百亩地。今年我的这个旱田地我也承包出去了，我自己也不想种了，已经连续赔了3年了。第一年连本都赔掉了，然后第二年刚报了个本吧，就是去年，去年还稍微好一点，挣了一点点，不多。所以说一年这些地种着种着，像这个旱田地我就不想种了，我就承包给那个大户。也不知道最近这几年一直在种地，搞这个农机，搞这个拖拉机，搞着搞着，最后搞到现在，说实话自己对这个种地没有很大的信心了，因为已经连续好几年说是不挣钱。等一会儿还有一个十亩地一犁，就今天就结束了。前几年一种地这个旱田地最少要种一个月，最少要种一个月，因为我们这旱田地有上万亩地，你看有好几座山头，你看这几座山头都是。这两年特别快，因为咱们这个农机越来越先进了，干的活也快了，像以前都是那个天津铁牛55，还有那个咱们这个国产的那个链轨802那些在。